大家看到，其实这是一款我们在用于支线到末端的一款无人货运直升飞机。那在这一块呢，我们今天做了我们预期的一个测试。我们菜鸟的使命和目的是，我们希望在全国内做到货物24小时达，在全球范围内货物做到72小时达。那基于此呢，我们觉得无人机是未来实现这一使命的重要的智慧物流工具。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研发，我们在探索无人机的应用和未来。